要给你认的。够了，是我答应陪韩总去长城的。这不是和你心里合的吗？你看吧，我就知道这个韩俊浩没办法。梁总们小女人的眼光越来越多了，怪不得把李副总让给你。这是我秘书，你放尊重点。当然了，以后要是有什么问题，可以随时来。梁董事长，这是替劳你操心了，我理事的。开玩笑呢，他不好喝。来都来了，要不然喝一杯。对他，梁总，喝一杯。我跟你没什么好喝的，别跟我拿劲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有用吗？你自己看你做了什么事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把你们酒店经理叫过来。大姐，梁总，你这骂人的臭脾气还是那边，但是请你搞清楚，这是我的酒会，不是你的公司。你，就是的。服务员只是不小心碰到了宋秘书的裙子，谁知道一下就掉下来了。我看呀，是有人居心叵测，故意穿了一条一碰就掉的礼服吧。梁总，你这小秘书看着挺纯情，实际上……我警告你，你再说这些不三不四的话，我就撕烂你的嘴。梁总，这条裙子不是你帮我选的？什么？林曼琪，你是故意的吧？这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是他让我给他参考，我才提了意见。宋秘书，你这小报告打的可真没意思呀！林曼琪，你到底是哪头的人？对了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我今天下午呢已经跟人事提了报告，我从今天开始就正式离开天星集团。什么？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商量？我说了。这是你自己选的。韩董事长赶紧上台讲话了。梁总，你可要洗耳恭听了。欢迎各位贵宾来参加我们韩宇集团的新品发布会。今天不光是我们的新品展示，同时呢，我也要宣布一则好消息。李曼琪女士将作为特邀总监正式加入韩宇集团。你明明知道我们跟韩宇不合，他为什么要去韩宇？他以为这样能刺激到我。天哪，这李曼琪是天星集团的副总啊，居然公然跳槽进韩宇，这严总的面子可挂不住喽。天星集团少了李副总这员大将，以后可要走下坡路了。看来今天对不起我们的燕子，是他韩俊浩专门把来羞辱我。严总，这么匆匆忙忙要去哪啊？咱们还没喝杯酒呢。我们还没到一起喝酒的关系吧？我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慢着，严一诺，我这韩宇集团新品发布会可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。你想怎样？对了，既然你不喝，那你就我也让你吃。韩俊浩，你这是在故意找茬吧？我哪有找茬，不过在场这么多宾客都看着你拒绝了我，我脸上拉不住面子。那不关我的事吧？你要想清楚了，今天有一半以上的恒远项目合作商都在场，你要不给我面子，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给你面子。你威胁我？严总，哪里的话，只是这些合作商也是韩宇的忠实合作伙伴，要是你不给我面子，你的恒远项目恐怕也不会弄顺。
不就是一杯酒吗？我喝。就是。韩董事长，这下可以了吧？这宋秘书真是好酒。大家说，要不要再让宋秘书喝一杯啊？喝一杯。够了，韩俊浩，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宋秘书，别喝了。宋三爷，你别喝了。严总，恒远项目是公司下半年全部心血，绝对不能业务搞砸。哎，严总，韩俊浩，你不是就想喝吗？好，我陪你喝。严总，你终于出场了。你说说要怎么喝？直接点吧，看谁喝得多。你要是输了，你就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，有个秘书道歉。那要是你输了呢？你做这些不过是想让我在大家面前出丑，觉得我不需要你，你比我厉害。如果我输了，我就向在场的人道歉，说我不如你。好啊，三江，魏大，给我倒几杯酒来。林总，你没必要这样的，我还能喝。你放心吧，林总一般声色不差。来吧。怎么，韩董事长，这就不行了？那你还不赶紧给我秘书道歉？我堂堂韩玉集团董事长，怎么可能给他道歉？还真是个小人。哎呀，韩董事长自己提出来要跟人家比喝酒，现在比不过又开始耍赖。这韩俊浩人品可真不行，输都输不起，和这种不讲信用的人做生意可是要吃亏的呀。我们也得好好考虑跟韩玉的合作还要不要继续。韩俊浩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没出息啊。严总，这个给我，你给我等着。袁总，你这喝多了也太折磨人了吧。下次喝多了就不要逞这种强了。袁总。袁总。你别走，严总，你喝多了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严总，你怎么起来了呀？喝点水。你走吧。哎，你怎么像小孩子一样啊？我不走，你把水喝了我再走。我说了我不要，你走吧。严总。医生呀，是感冒的呀。严总仅仅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，我不能不管他。哎，严总，你干嘛？说，头疼。严总，你喝多了。没喝多。宋医生，别走。可是，不行，严总，Making love with you is all I wanna do. Loving you is more than just a dream.完了，走吧，宋秘书。
快帮我系下扣子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你可没这么害羞。严总，快起来上班，今天我可不给你放假了。对啊，今天还要上班呢。严总，麻烦你出去一下，我还要换衣服呢。还要这么今晚吗？你赶紧出去吧，我要换衣服了。妈，他这么一会儿就想我了。严总，你说什么？公司？公司怎么了？这是我的公司，我在我的公司还不能谈恋爱了？算。严总，这可是在公司，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。再说了，我一个新来的，这要是公开了，其他员工不得恨死我？有我保护你，谁也不敢跟你讲。公司对你的印象也不好。那员工啊，都说我是个巴结老板的坏女人。等我工作稳定之后啊，就不会有这种传闻了。那好吧，那以后谁要是在公司欺负你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来说。放心，这些啊我都搞得定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恒远项目仪式启动要开会，准备一下。新副总，是那个魏川吗？是的，他的资料我已经发给你了。你先去忙了，去吧。哎，那边那个，过来帮我搬一下东西。嗯。